中午的12:55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了。那么今天台北美食社长武昌在真北平餐厅吃个饭，最后一道菜就是三鲜汤，有没有看到？其鲜味无比，很好吃。蹄筋炒肉啊、特价200包，288，好吃的不得了。这和菜大帽是好久没吃的。他的小菜小鱼豆干跟黄瓜，可惜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，等我打包回去啊，打包回去请些我们那里面的人吃。各位，人生不如意啊，十之有八九啊，十赌九输啊，自己心里要有准备啊，赌博要有本钱呐、啊。啊，我们已经输了1车1-4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输了一车啊，今天是重新又开始。啊，你不要烦恼，我做了32年，我知道这个毛病，有时候输个17次再过年，那是因为开大乐透原因，但是我从来不会超过7-8次，啊，从来没有超过7-8次，你不赌就没有机会赢钱，所以要有本钱，你赌了赢回来又给他赢回来了。